我不喜欢轻易放弃的人，人生不该在迷茫中度过。为什么？对不起。你会后悔的。这个夏天的挑战，无论胜利还是失败，我都会坚持到底。各位观众，这里是第23届安阳市元武道道馆挑战赛的半决赛现场。场上对峙的两位选手是来自于前武道馆的卫冕冠军方婷怡和来自松柏道馆的戚百草。这个草莓发圈为什么会在你头上？这个吗？这个是初来师兄送给我的。这是我的。是我的。准备。呀！天一师姐看上去好像有点生气。启示，我还没有完全练成的启示，对于婷怡来说，却是那样简单。这就是天才与平庸者的区别。呀！百草，加油！百草，加油！百草，加油！体力是百草远胜于婷怡的底，婷怡是温室里的花朵，而百草是在风吹雨打中有着顽强生命的野草。现在开始，我会很认真的跟你打。呀呀！停！一、二、三，我还能站起来，我还有力量。我还没有拼尽全力，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百草，可以吗？来吧，让我看看你的体力究竟有多好。呀呀呀！Thank you.
就是暗阳，我的故乡。虽然它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但是它是元武道发源的地方。去面馆，一会儿就是元武道世新赛的决赛了。今天要出场的是咱们暗阳男神方廷浩，哎，说不定他就是冠军呢。快快快，去晚了就没地儿了。我不去了，你去吧，我还得去打工呢。师傅最近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我得去多挣点医药费。哎呀，又是你师傅，他又不是你亲爹，他有女儿的吗？好啦，你快去占座吧。不说了，我快迟到了。喂，哎，你真的说走就走啊？百草，慢走啊！今年的元武道世青赛在韩国首尔举行，现在对阵的是来自中国的选手方廷浩和韩国选手闵盛浩。谢谢你啊，百草。没事。哎，你看看，你看看。就知道偷懒看电视，这么大的男人还不如一个女孩子百草有力气，老是偷懒。没关系的，元武道比赛是全安阳的大事儿，每个人都很关心。
1, 2, 3, 4, 5, 6, 7, 8, 9, 10. 世界冠军的韩国选手闵胜浩在决赛中竟被来自中国安阳的选手方廷浩 KO 击败。虽然是元武道的发源地，但安阳人民已经连续十年没有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今天他们终于扬眉吐气了。方廷浩先生，今年你终于代表安阳人拿到了世界冠军，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感想？感想？其实我没什么感想，这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你下一个目标是哪一个比赛的冠军呢？冠军，其实我拿什么冠军不重要，但我现在只想战胜一个人。是梦吧，是你那双青春炙热的眼睛，不再闪躲，跳动着的心，就算逆着光也清晰。下面有请昌海道馆金山大师上台颁奖。颁给他，今天的比赛结果不能算数，因为我怀疑方廷浩在刚刚的这场决赛当中服用了兴奋剂。骗子呀，敏珠，不要胡闹。阿布吉，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安阳人曲向南当年服用兴奋剂，就是元武道联合会长金一山的女儿金敏珠。这和十年前有什么关系？下来。当然有关系，我不相信安阳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过一个冠军，这个方廷浩一出手就能打败闵胜浩师兄，所以我要求重新检测他的兴奋剂指标，防止十年前的丑闻重演。我们要一个更公平的赛场，绝不能让违规小人浑水摸鱼。你们的选手没有拿到冠军，你们的心情我很能理解，但是拿十年前的事情来含沙射影，一点都不尊重选手的个人尊严，这难道就是你们对元武道精神的解释吗？这样的冠军不要也罢。不素皮里奥不素，金山女儿了不起啊。就是瞧我爸好样的，这种破倒霉不拿也罢。就是啊，曲向南又是曲向南，我们都十年没拿冠军了，好不容易拿了一次，结果又提出这陈年旧事，到底有完没完呢？讨厌死那个曲香囊了，就是因为他让我们整个安阳都丢脸。
不是我父亲。你还敢骗人？你明明就是曲向南的女儿，就是你那败类父亲曲向南，害得廷皓现在拿不了冠军。他不是我父亲。你们父女就是暗阳的耻辱，滚得越远越好，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你们干什么？你在干什么？秀达师兄，他就是曲向南的女儿，全盛道馆的曲光雅，就他们父女害得我们安阳今天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住手！爷爷你错了，不管我们安阳今天有没有受到侮辱，他们永远都是安阳的罪人。我真想不明白，怎么还会有道馆愿意收留你们。你们知道什么？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你又是谁啊？你凭什么管我们的事？我是全盛道馆的七百草，请你道歉。你们全盛出来不是败类就是 loser， 有什么资格挡在我面前？让开，请你道歉。放手啊！让你放手，你听到没有？我说请你道歉。快放开啊！对不起。不对，我是败类的女儿，我对不起大家。光雅，师兄，莫达，没事吧？没事吧？你没事吧？扶着点。光雅，哎，光雅，哎，千百草，我记住你了。哎呦，没事吧？光雅，光雅，光雅，你等等我。都说了，我不是曲向南的女儿，你还叫我干什么？光雅。这是师父给你的零花钱，应该要做。我早都和他断绝关系了，你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地跟着我呀？你想要做他徒弟也好，女儿也罢，全部都跟我没有关系。齐白草，你别让我再看见你。方廷皓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师傅，让我来吧，您先回去休息。小心别让玻璃划了手。吃好了。哎呀，好了，小鱼，别闹了。
你给师傅补身体，我一定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的。怎么样，师傅？菜的颜色配的都不错。这是什么？这是苦瓜。苦瓜不容易啊。哎，白草，你今天做了一个鱼汤，为什么还做一个西红柿鸡蛋汤？这是西红柿炒鸡蛋。炒的，师傅试一下啊。嗯，好吃，嗯，这个。好吃吗？嗯，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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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白草，师傅跟你说，师傅年纪大，吃不了那么多钱。你年轻，你吃咸一点，多吃。不要，师傅，你多吃点。你买的盐都用完了吗？我错了。比平时多吃了半碗饭，一定是觉得我做的鱼汤很好喝，对不对？小草，我们以后也要多吃一点，把身体练得棒棒的，千万不能像别的女生那样整天想着减肥，这样才能像师傅那样成为真正的元武道高手。新来的师弟师妹因为取向难被家长领回去了，马上就是道馆挑战赛了，到时候我们连拉拉队都凑不齐。有几个人我看了，资质一般，我也懒得教。师傅，求您把许向南赶出去吧，他就是个看门的，却害得我们都抬不起头。就是啊，我们走在学校里比别的道馆的弟子都要矮半个头，到处被人瞧不起，就是因为他。我告诉你们啊，不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你们如果自己努力有出息的话，人家一提到全胜，想到的都是你，还会想到他吗？师傅，求您了，您这几年已经对他仁至义尽，我们都看在眼里的。闭嘴！曲向南他是我师兄，我能做出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吗？是啊，师傅宅心仁厚，反正多张嘴吃饭也吃不穷。哪是一张嘴啊，是两张好不好？还有他那个宝贝徒弟齐百草，其实两张啊，三张呢，还有他女儿。是新来的，你不知道，许光雅早就和他父亲脱离了关系，现在馆长是他的监护人。好。师姐，我们把道服扔在这儿，真的会有人来洗吗？放着吧，那个败类的徒弟会来收的。你是说七百草吗？那他怎么不跟我们一起训练呢？他有那个资格吗？他就是混在道馆白吃白住，整天跟着他师傅替道馆打杂的扫地丫头而已，是吧，光雅？
先走了。光雅，光雅，师傅这两天腿疼得厉害，你要是有空的话，去看看他。跟我有关系吗？你怪他怪了那么多年，可他毕竟是你唯一的亲人啊！不用你来说教。当年还不是因为他想要骗一个冠军，我妈妈才会死的。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他。七百草，我劝你也不要再跟着他了，因为他，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元武道弟子。你觉得值得吗？我和你一样，也很想成为真正的元武道弟子，可是这些跟师父比起来一点都不重要。经过组委会深入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方廷浩选手完全没有服用兴奋剂。静音山大师代表主办方将向方廷浩选手进行公开道歉。真是不好意思啊。辛苦了，辛苦。你是实至名归，谢谢。一会儿得要打起精神来，因为你们代表的是全胜道馆，明白吗？明白。明不明白？明白。今天应该是道馆挑战赛大赛开幕了吧？快点，快点！这玩意儿什么东西啊？好重啊！哎呦，你给我轻点儿，那里面是我的秘密武器，我一会儿靠着它露脸呢。馆长，嗯，我们道馆就这么几个人，听说玄武松柏他们有100多号人呢。完全比不过人家呀！就是啊，要不要再多找几个人压压阵啊？行了，白草，来。馆长，给你个机会，跟全胜道馆一起活动，长长见识。那我可以换上道服吗？你有资格穿道服吗？就是。行了，别笑了。白草，你平时不是力气大吗？拿着这两个，跟我们一起出发。出发。带我来的，没想到开幕大展这么隆重啊！那当然了，元武道是暗阳之魂，道馆挑战赛是全暗阳的最高赛事。
每年的大展都是各道馆要选拔人才和招揽弟子的最好机会，当然隆重了。哎，你这是第一次跟着你们道馆来参加大展的？那就是说，也许今年你也可以参加道馆挑战赛了。哎呀，太好了，白草，太好了！没有没有，馆长只是带我来见见世面的，我现在连穿道服的资格都没有。那我不管，反正你也是终于从你师父的房间走出来了。哦，快快快，我的男神若白生！腿部也这么有杀伤力啊！若白师师，能不能不要这么帅，那么帅，我想把你扑倒哎！快点快点，白草，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带你出来吗？带我来见见世面。你在学生这么多年，别说是道馆挑战赛，就是馆内的比赛也一场没参加过吧？你就不想站在领奖台上，为你自己，为你故去的父母争光？想。挑战赛报名表，一会儿啊，你就把这个表填了。师承这一栏啊，写上我的名字，你就是我的徒弟，再也不是那个败类曲向南的徒弟。我师父不是败类。什么师父？你跟着他一辈子也参加不了比赛啊！只要你成为我的徒弟，我就可以让你光明正大的去参加。怎么样？谢谢馆长，师父把我养大，我不能因为一次比赛的机会就撇下师父。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实力去克服眼前的障碍，而不是弄虚作假，追求虚荣。你什么意思？等您一会儿上台的时候，不要用做过手脚的假木板来掩人耳目。我觉得那样才是真的在丢全胜的脸。青百草，你竟敢教黑馆长！我没有，我只是在恳求馆长，请他不要弄虚作假。看到什么了？敢这样血口喷人！我看到你们拿胶水在粘击破用的木板，再敢胡说！行了，小点声。
齐白草，我告诉你，我这只是一场表演，我绝不会像你师父一样，在比赛的时候服用兴奋剂。最好给我管住你这张嘴。我们走。北风有力，宝刀不老，大家说是不是？是。我们全胜道馆的精神就是不遗余力，全力以赴，力求全胜。谢谢大家支持。等一下，全胜道馆果然是全胜道馆。以前除了屈向南那样的元武道败类，丢了整个安阳的脸。今天郑渊海身为全胜道馆的一馆之主，居然光天化日之下用假松板来蒙骗大家，欺世盗名。刚才那块看起来很厚的松板是被胶水粘起来的，就算刚学元武道的人也能一脚踢断。胡说，我有证据证明郑馆长在这件事情上是处心积虑，想要瞒天过海。不要拿动过手脚的假木板来掩人耳目，我觉得那样才是真的在给全胜丢脸。等一下，上面的这个女孩根本就不是我们全胜道馆的，你就是你，你告诉大家这是假的。你说啊，我给你证明啊。你说呀，你说呀，说呀，快点，说呀。大家看，松板上面全是胶水，全胜道馆从上到下全部素质低下，这样的道馆怎么配参加全市的道馆挑战赛呢？应该取消全胜道馆继续收徒的资格，有这样的道馆在是我们暗阳的耻辱。从曲向南开始，全胜就是个作弊的道馆，大家说是不是？是。全胜作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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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胜作弊。你跟你师父一样都是全胜的克星，你们是不是非要把全胜道馆给搅黄了啊？你走吧，今天就离开全胜道馆。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你说我踢的松板是用胶水粘的，然后那个记者就给录下来了。我让你替我证明的时候，你一句话也不说，全胜道馆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说你做错了什么？现在整个安阳的人都在嘲笑我们。如果协会真跟我们较真的话，不让我们参加道馆挑战赛，你说你做错了什么啊？我没有说，不是我说的，是那个记者自己录下来的。而且就算没有被那个记者发现，我们用胶水做假松板也确实是我们不对。元武道的精神是明廉耻知是非。够了，你以为我想弄虚作假吗？我这么做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全胜道馆。我告诉你，全胜道馆也曾经辉煌过，就是因为你师父比赛的时候服用了兴奋剂，成了元武道的败类，全胜道馆被骂得抬不起头来，
所有的弟子都走了，然后我来接这个烂摊子。年年垫底，年年输，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我也想堂堂正正，但是老天给我这机会吗？全胜道馆现在都快活不下去了。七百草，我告诉你，你师父我不会赶走，但是你必须走，现在就走。不，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我没有做错。我知道全胜道馆很艰难，可是无论什么原因，弄虚作假就是不对的。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咬牙坚持，就一定可以挺过去。馆长，我可以再多出去打工，为全胜道馆赚钱。我也可以去恳求那些记者们，请他们原谅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参加比赛。百草，师傅，师傅，你走吧，别留在全胜。我不想再见到你，我养了你十年够了。师父，如果你也觉得我做错了，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赶我走，这是我的家，是我们的家呀。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你就这么守着我，会拖垮你一辈子的。走吧，别留在我身边，我要留在这里了。我要留在你身边，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不会丢下我的，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对不对？你又不是我亲生女儿，我有什么好舍不得？赶紧走！存钱罐，反正只要是你的东西，全部都给你放进去。不要再回来了，陈馆长是不可能改变主意的。你再怎么装可怜也没有用，找个能收留你的地方去吧。
我没有做错，为什么你们都要怪我？你闭嘴！你把全山道馆害成这个样子，你让郑馆长丢脸丢得没法见人，你看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被人嘲笑，你还敢说你没有做错？难道错的是把你养大、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上学的全山道馆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想，你到底有没有做错？光雅，其实我和你一样，也很想成为真正的元武道弟子，可是这些跟师父比起来一点都不重要。全盛待了十年，他们真是无情无义。没事，你看看，你看看，都感冒了，你还说没事？走，跟我回家。他们全盛不要你，我们松柏要你。走，你不走。我是师父的徒弟，是全盛的弟子。你怎么还是全盛的弟子？谁承认了？他们都把你认出来了。你现在想怎么着？想睡大街吗？走啊！你拉不动我的。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气白草，你要气死我呀！好，你不走是吧？我在这儿陪你。小英，你别闹了，这样累着会生病的。再这样下去，叔叔阿姨该着急了。你快回家吧，这样为了我不值得。这是什么话呀，气白草？什么叫值得不值得？你有没有把我当成好朋友我不知道，可是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最好的朋友，从小到大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你在帮我。小姨，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好朋友。那你为什么宁愿在这儿跪着也不跟我回去？你就忍心看着好朋友在雨里陪跪呀？我不管，今天晚上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好了，陪你回去，我跟你回去，真的吗？快起来，快起来！
走吧，白草，离我越远越好。只有这样，你才能无忧无虑的生活，无忧无虑的练习元武道。走吧。这个菜你得好好尝尝，这可是你叔叔的拿手好菜，尝尝。我跟你说，白嫂，没错，这是叔叔的招牌菜，我轻易不做，一年就做一回，知道为什么？因为懒呗。讨厌，你才懒呢！来来来，这是你的拿手好菜，来来来来，吃吧。谢谢叔叔阿姨，谢谢小姨。你又客气。哎呀，百草，你怎么跟我们还客气上了呀？以后这儿啊就是你的家。哎，对了，你看这样好不好？明天啊我就带百草去商场买几身衣服，我保证给你打扮的呀漂漂亮亮的。哎妈，你这样说我就不高兴了啊！你就是偏心嘛，你对他比我好，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呀？当然不是了，你是我充电话费赠的。快吃吧，快吃快吃。你就别吃了，这给百草吃，你都那么胖了，你还吃啊？我就是给百草加的。来，百草，嗯，这还差不多。谢谢。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哎哎，噔，欢迎光临小营百草之家。怎么样，温馨吗？可爱吗？喜欢吗？快点！我跟你说啊，这个呢就是你的床，这个床单是我专门为你精心挑选的，可爱了。哎，还有书桌。这些小植物也是我专门为你挑选的，你看，还有我们的照片，还有这个书柜，之前特别乱，但是我为了你，我已经重新把它给整理了，你爱怎么翻怎么翻。哟，还有这个，这呢是我们的衣柜，一会儿我就帮你把你的衣服都放进来，以后我的衣服你随便穿，你的衣服我也随便穿，我们就可以一起穿。还有，快，这个才好。我的美丽神器，今天刚到货的面膜，噔噔，以后啊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敷面膜，我们就是快乐的美丽二人组。哦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也是我新买的，你要什么颜色？粉红色、蓝色，给你蓝色吧。他们俩可是一对哦。谢谢。百草，你能来我真的是太开心了。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我就希望有一个姐妹可以一起玩，一起上学，做什么事儿都在一起。哎，我都安排好了，星期五下课我就带你去逛精品街，星期六我们就去看电影，看完电影我就带你去吃小吃。哦，星期天我们隔壁刚开了一家奶茶店，我带你去喝奶茶。你周末都不用去训练的吗？哎呀，那个随便练练就好了，我都说了我没有天赋也没有兴趣，要不是因为我男神我才懒得练呢。呀，我怎么能忘了呢？走，跟我走。小莹，你在干嘛？是不是我朋友？是的话你帮我干嘛？什么嘛，在这儿大风，这要是被人抓住就不好了。小白，这提浩又拿冠军，要我看他估计又得回来挑战初赢身份了。你们仨的发展关系真是够复杂的。
偷偷看帅哥洗澡，不怕长针眼吗？嘿，范小云，哇，居然又是你！你说第几回了啊？哎，你别跑！哇，你敢偷摸我？站住！你不是我们道馆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七百草。你，就是你！你告诉大家，这是假的，说呀！快点！来做客的话，就不要到处乱跑。知道了，对不起。